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发布消息，应乌克兰方面请求，中国红十字会将向乌克兰红十字会提供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，包括食品、生活必需品等，价值500万元人民币。3月9日，首批物资已经从北京起运，后续将通过适当方式尽快交付乌克兰红十字会。